有一个社交自觉的闺蜜是你的福气。哇，一方，你交男朋友都不告诉我，蛮帅的哎。不是，普通朋友，但你们看起来好般配啊。没有啊。I'm not a two-stepping man. I said I do. 哇，我的皮肤好好啊！你看，哇，你的皮肤好好啊！你都怎么保养的？其实我护肤品很严格的，我一般都用大牌。我平时用的兰蔻精纯面霜，好用又划算。那你都在哪儿买的呀？兰蔻精纯可贵了，我可舍不得买。你可真是什么都不关注啊！马上双十一了，点淘上线了千元购物金活动。像这个兰蔻精纯面霜直接抵扣1000元啊。那你说那购物金是怎么领的呀？这都是一方帮我弄的。一方你跟他说，只要月底前点击评论区下载点淘，搜索千元购物金就能领到了，买1000即可抵扣1000，手机包包护肤品都能用，完全不用蹭满减。就你那点手段，买东西都当冤大头，还想挑拨离间呢。你这穿的什么啊？挺好看的。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但是我的闺蜜必须是最漂亮的，快去换衣服化妆。